小姐，这个打折吗？对不起，不打折。哦，那卖多少钱啊？对不起，不麻钱，别倒。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是啊，你这人怎么这样？顾客就是上帝嘛。这是巴黎最时髦的款式，它很贵很贵的。小姐，这件裙子我买了。小姐你好眼力啊，这件衣服穿在你身上真漂亮。他姓什么人？我叔。叔？嗯，我可真羡慕您啊。何爷，哎，这件衣服怎么了？玲玲，穿上真漂亮。叔，您刚出来，不请假休息一下吗？没事儿，叔想你了。您不去宜家，你不会生气吧？无所谓，他愿生气就让他生气吧。玲玲，叔想告诉你，我想跟你姨离婚。啊，叔别，这不好。他把我们俩的感情全破坏了，我没有办法再跟他生活在一起了。你别紧张。啊，不管你的事儿，走，带你吃麦当劳去。嗯。吴胜，回来啦。累坏了吧？没事。来，坐坐。吃饭了吗？嗯，吃过了。那你赶紧换换衣服去洗个澡吧，啊！来，我帮你脱了，去洗个澡，好吗？别这样，我刚从监狱出来，身上挺脏的。吴胜，怎么了？不高兴啊？哎，我们还是好合好散吧。你说什么？我们离婚吧。不是，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我们缘分已尽了，没有必要在一起了。不，吴胜，你得把话给我说清楚了。我到底做错什么了？你要这样对我？不要再说了，说那些还有什么用呢？你要跟我离婚，是想跟玲玲结婚吗？你也是个有文化的人，我们俩之间的事情，不要把别人扯进来，好不好？你。我的意思已经表达清楚了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不说话了。不是，我知道，以前有些事儿。我做的欠考虑，那你得给我一个改进的机会，你得给我时间呢，啊！我知道我不应该同意你去坐牢，不是啊，一日夫妻百日恩。你也应该想想我的好处。要是没有我，你能有今天吗？我已经服软服到这个份上了，你还想让我做什么？你别蹬鼻子上脸行吗？
坐了几个月的牢，你就这样，你说你还是个男人？你还记得吗？那一年我们看《泰坦尼克号》，我们俩都哭了，我们俩被心里感动了。为了爱情，杰克把生的希望给了 Lucy。全船的男的把生的希望给了妇女儿童，可他们没有半句怨言。你说你，武士，你有话好好说嘛。